还记得去年九月的那粒台风吧？对很多泡水车的苦主来说，那是一个惨痛的回忆。在科技公司上班的徐新义，就是十万辆泡水车的苦主之一。买的第一部车才开一年多，就被迫说再见。有车是比较方便，毕竟那部泡水车呢，也是我人生也算是第一部车啊，所以说当时在买的时候相当的斟酌，所以说要买比较好一点，比较能够开起来很舒适。换了这部车之后呢，那为什么还会买一样同样尼桑呢？Savino， 原因是有点比较恋旧啊。徐先生以80几万买的新车，最后以16万转卖出去。在买卖这个车子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合约，而这张就是我当初把那部车卖掉之后的一个合约书。在10万个泡水车车主中，徐先生还算幸运，大部分的车是被堆置在废车回收厂。这个是车主要打电话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再派我们出来处理，就是要跟车主要先认证他有没有那个车籍资料，能不能证明这一台车子是他的，如果不是他的，我们不能处理。就报废掉，不给用你啊，就来处理掉，卡在电路里啊。因这是专门在修的，唔环保的，用掉安尼，找因才对啊。你在车里那个晒几年？一二十档有啊吧？看伊涂装应该会怎啊停得好？袂啦，就放久啊，袂用就爱拖掉啊。现在你要拖到哪里去？拖到我们回收厂里面。对。像你这样一天有多拖大概几辆？差不多7-8台，平均每天。根据环保署统计，去年报废弃机车有68万辆，共有199家废车拆解厂，以及2家粉碎分类厂来消化废弃机车的市场。阿志是高雄区废车处理厂里年纪最轻、资历却最深的员工，现在他正准备来抬车。如果把这里想象成汽车屠宰场，那么用抬车来形容拆解汽车，倒是蛮贴切的形容。那现在这个是什么油？这个是柴油。柴油。柴油。拿起来之后用是怎么做的利用？就是在等人家回收。对。给谁回收？那个厂商。引擎拆下来，然后那个车壳就是要作为废铁。有了十几台车壳之后，然后就用那个夹子车夹去废铁工厂。去那边他们就是在用那个机器把它搅碎，成为废铁，再利用。废机动车辆回收处理流程主要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材质的回收再生，另一个是堪用零件回收再利用。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零件的那个储存区啊，因为我们很多车子拆解下来之后，还有很多可以再利用的啊，好像是变速箱啊，
还是那个传动轴啊，这些都还可以，那个就是说还可以，有的车主还要，因为他买中古的比较便宜，像是保养厂啊，还是车主直接会来我们这边拿零件这样子。那像引擎那种一件是多少钱？引擎那个比较贵，嘿，贵的安静大概四五千块，甚至于上万块都有，嘿。一片门大概卖起来最起码又最少也有一千块左右这样子。在避震器嘛，像天王星的避震器，这个是已经是88年跟大概88到92年都是同一批的避震器，那一只我们都是卖500块而已。哎，对，还有车子的种类啊，那像比较少的还是比较新的话，当然是避震器，有的800，有的1000。气缸这种比较贵啊，像它也是有分种类啊。回收比较多的话，那种气缸是比较便宜啊，从2000到8000都有啊。哎，那比较新的车子气缸就比较贵。虽然每台报废汽车随着新旧不同、厂牌不同而价格有所不同，但其五脏六腑拆解后的剩余价值至少在20000到20000元以上。这样的商机让马克愿意从奈及利亚来收买台湾报废的汽车零件。马克，快点，他要拍你呀！他要拍你。我要跟他讲英文哦。好啊。你的国语这么好，为什么不讲国语？对啊，所以他国语很好啊。老师你好，你怎么会来这里？香烟拿上来了。来了这里要这边有没有买东西啊？买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东西啊。你要跟他讲没关系。这种东西啊。引擎。引擎加油刀。引擎啊，玻璃啊，哎。这边是玻璃哈。还你的那个水箱，是水箱啊，不是啊，水箱。然后那边哈，啊这边呢，这个要不要？这边是钢板，哎钢。哦，然后过去那边哈，有剪刀的，有剪刀，有好的。他们那边自己算是自己买一批货回去卖这样子，哎，这样子利润高吗？没办法，现在哈都每个国家这一不好做了，然后。没办法，没办法。这个东西不一定说都是好的，有的是坏的，有的是我们都不知道，要拆成这样子，然后去那边哈，看到哦坏的，已经亏钱了，对不对？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赚一点点钱而已啊，在这边买那个槟榔吃的钱而已。这边哈，我们国家哈跟你们开的车子一样。因为我们那个什么，这个方向盘、哦、同一个方向是这样子，同一个方向就是在那个。为什么我们要来习惯来这边买东西啊？在左边。那跟厂牌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有啊。自己开车的习惯吗？啊。有啊，你不是还有分厂牌吗？你只要对啊，他只要几种而已啊。哦，不是全，不是全部都是他们国家有生产。那个比较，大概。十五年、十六年级的是这样的。你们现在哈这边台湾都要报废的车子啊，要报废的车子了，是。不是全部的车子要了，就是他们才，就是裕隆303的那一种，还是中华德利卡那一种，就是我们已经老旧要报废的车子，他们国家那一种比较多，哎，所以他们还是会挑车子，对。对，所以太好的还不见。对对对对，还。现在回收的车辆是越来越少，因为去年度环保署还有补助那个民众太旧哦的那个废弃车辆，奖励金是13000。那今年度因为环保署它只有奖励金只有3000，所以民众的回收意愿会降低。虽然有汽机车太旧换新的奖励制度，增加不少循正常管道报废汽车的诱因，但是每年缩减的奖励金额使报废汽车的意愿降温不少。这一降使拆解厂与粉碎厂
担心货源不足。那会车壳首先是先进到我们的投料区，经过输送带，然后进入我们的粉碎机。那粉碎机的话，它可以把它打成拳头大的这个脆铁。此外的话，原来经过磁骨系统所筛选出来的铁，因为有时候还是会夹杂一些废弃物，因此的话，我们还会用人工再把这些废弃物再把它筛选出来。那最后的脆铁经过输送带出来以后，那我们会用卡车把它送到炼钢厂去，作为炼钢的原料。我们如果货源充足的话，那我们一天大概处理350吨的会车壳，那其中大概有65% 是属于脆铁。那现在送到钢铁就是炼钢厂的话，它那个一吨的价格是多少？大概是在目前的价格，是比较好，大概在4块钱左右。4块钱是一公斤是不是？一公斤4块钱。迷蒙的天空，黑色的烟囱，正是高雄重工业城的典型印象。这里造船、石化、炼钢等工业曾经是台湾经济奇迹的工程。或许你看过或听过无敌铁金刚，但是你知道铁金刚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而这一堆碎铁会变成什么呢？一起来看一看吧。住的那个是属于70吨的电弧炉，平常一炉大约是要投入废铁是要4桶，如果说有添加这个氯化的这些脆铁的话，可以省一桶的时间，这样的话，一天的生产量就可以多吃一炉或者是2炉。当初照你讲的吼，是一般的每日的粪扫吼，一人所产生的粪扫量，然后1.2公斤啦吼。到目前，伫这个阮哩当初84年开始做，到目前这样是91年来讲，阮这样是所每日每人所产生的粪扫量已经变成减加成0.64公斤。当初迄当阵一个月，阮所有回收的量，每个月工山镇的回收的量到40吨，这样是已经有到700吨。阮的回收率吼，是伫迄个
全年所平均回收率已经有25%以上啊！哦，伫迄个甲环保署所规定的行政院环保署所规定的10%，阮已经超过15%，所以阮这个回收率伫顶管所评价是已经真高了的。你刚开始的时候呢，杂念很多，中国人当然能较劲，啊，你要扣粪扫，但是。我们目的是要垃圾减量，把人环保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动。当时我们是一个卫生掩埋场，以冈山镇每一天的120吨的这个垃圾的话呢，每一年我们曾经计算过，必须要1公顷的土地。那么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资源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就是资源回收，那么洗水运动继续来推动，推动到现在。来到冈山镇，除了一定要吃羊肉配豆瓣酱以外，不妨顺便观察这个小镇的环境是不是整洁又干净。在这里可以回收的垃圾没有一样是被随意丢弃的，因为垃圾就是资源，就是黄金。资源回收已经超越洗衣服的概念，成为一种道德行动。更重要的，回收变卖所得让这个拥有120,000人的小镇一年有超过1800万的收入。社区、寺庙、学校、机关团体全都是受益人。我礼拜一礼拜三甲拜五拜六，我的电工所清洁车就对后边回收车伫收到车椅这个所在。好，我遐个，阮遮义工拢拢较义在，早时到5点外，对，遮一人一人哦，囡仔、青囡仔啊，地色个，是啥物囡仔拢遐安尼分较好势，阮个收入吼，收入20%，伫阮个大田路王爷庙，20%伫义工做因个基金，60%社区个运用，是阮个活动中心啦吼，卡拉 OK 种老人了泡茶啦吼电池、水池拢爱需要，即个对这资源回收来得运用安尼。遐大教授来讲讲一句话，阮拢有讲吼，恁做诶即地面胶先头5台，吼看阮分到安尼只迄落安尼，伊家感动了着，吓。所以阮遐做啊真大好势，啊真团结，来吼大拢伫做，做甲拢唔知影，你也来我来，都暗暗花，到尾得洗手，哎，什么太太你也来，你也来。大家欢喜，就扫个清洁。即款恁普通时拢拢是安尼呢？阮遮有人拢时常来讲。为什么冈山镇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而这些资源回收量又如何统计呢？回收量怎么样去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拾荒者在我们这个量里面其实是蛮大，占很大一个数量啊。那怎么去统计？那时候我们是跟旧货商去做一个配合。其实旧货商跟拾荒者其实都需要有一点鼓励的啊，有一点奖励，请就是让他们做跟我们这样配合工作，排除他们心中的疑虑。他们疑虑就是说，他们怕去被他们的身份的关系可能会扣到税或者怎么样的问题。旧货商也是有这样的疑虑在，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跟他讲说，我们需要的只是做这样的回收量，跟他。解除他们这疑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请旧货商跟我们配合，然后做一个招募这个清洁队志工，就是拾荒者，就是以清洁队志工的身份加入我们这个回收的体系，这样子。与拾荒者签约，将他们纳入回收体系，让拾荒者的身份变成环保志工，使游走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成为有尊严的志工。这就是冈山镇成功的关键。这个白玻璃，这个透明的，哦，这赶快因为我那个晒水的变成细嘛，细嘛是赶快也当个做这个玻璃用的，原料的对。分头我讲那玻璃分透明的，加茶色的属于红色的，一般个分做绿色，有这三种赶快拢会当做安尼，也当做一个加做一个做。
甲油的分离就对啊。一般男的吼，因这个再生的这工程赶快处理，我赶快要做细啊，料赶快去还原，我要做玻璃，我要赶快来使用。对，资源回收不只是口号，量大时还将是传统产业的再生原料。像台湾玻璃，即是收购来自台湾各地的废玻璃。碎玻璃是由我们的下游的协力厂供应商提供给我们，再经过我们的处理的设备，把它那些杂质要把它完全的去除干净。主要的杂质呢，是一些铁钙、非铁金属，还有金属类、塑胶类，还有那些陶瓷类、石头，还有一些废纸。那去除干净了以后，才送到我们的原料塔。碎玻璃放到那个原料塔啊，经过我们的比例，有60跟那一般的生的那个原料是60:40，那称料以后，它送到那个窑炉里面，经过1550°C 的溶解，溶解之后，然后我们调节我们需要制造的温度，大概在1000°C左右，然后经过那个制品机的成型之后呢，那么还要经过退火，退火出来之后呢，还要经过那些严格的品质控制。我们一个窑一个月的产量大概是4000到4500吨，每天的进料大概在150吨左右，出产大概用了120吨，我们还要预留一些库存。我想这个废弃物的回收还是需要靠全民大家一起来做，就是说对于这些废玻璃的话，对一个分类从源头的时候就应该要把那个分类把它分好来。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那玻璃的颜色有透明的、有绿色和茶色，那回来的时候都能够把它分得很清楚，不要混杂的那些一些杂的东西。我们最重要就是一些瓶盖能够把它在用完了以后能够把瓶盖就把它分离，不要再把机器上在那个瓶子上面的话，增加我们很多的那个处理的工作。台湾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在1.2公斤左右，垃圾总量达到900万吨，而玻璃类物质约占5%。每年进入掩埋场的废玻璃物质高达45万吨。废玻璃有100%可回收再生的特性，平均每回收一只玻璃瓶所节省的能源，可点亮100烛光的灯泡达4个小时。瑞士洛桑学院甚至以废玻璃回收再生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指标之一。灯管哈，伊主要外靠一个玻璃，啊，过来这个水银这个性质的这物件，啊，这水银你也无这回收这固化为伊临港的这污染咱的地球这个所在对，会污染的，所以这个环保署已经有公告讲爱回收这個。啊，每回收一支内底，我诶2块吼，哦，1公斤10块，啊，这个废灯管即马已经有公告回收，啊，较早无公告回收所造成的污染，真正咱家想着惊了底啊，真正这个，啊，像这个冰箱，哦，这冰箱，啊，甲这电视、电脑，哦，啊，甲像这冷气、洗衫机，啊，手机、电脑挂电脑。这个回收搁再利用。目前我们公司回收的主要的来源哈，分成三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民众的080的电话，他打进来，我们要有这个义务向他再回来。或者是民众丢弃到我们这个资源回收车上的，也许会带到我们政府的回收站。回收站它会用标售的方式，然后这个东西会间接上到我们公司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属于换卖系统的，等他去卖一台新冰箱，要把旧冰箱收回来，他在路途当中也许就丢到服务商，比较方便。
救济，啊，也许他会放到他的店面去，然后我们的回收商会去从谷物商或者是他的店面收到公司这边来，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全国全省都有设很多的一个回收点，啊，回收点就是就近能够让这个消费者或者说这个贩卖业者能够直接就丢到那地方去，然后我们每天都有车子就把它载到我们本公司来。目前我们所建构的一个回收网就是这样形成。我们目前来讲是算处理政府公告回收的一个废家电哈，这属于甲级处理厂。以本公司从89年度的1月底开始运转到现在来为止，差不多有处理掉在114万台左右，换算成重量的话，差不多在4万吨。啊，4万吨当中，我们经过我们的设备处理以后，我们有目前得到这个有价的资源是差不多在32000吨左右。嗯，经过我们的内部统计的资料，差不多资源回收再利用的比例在82.5%。啊，其中这个铁差不多有35%，17000吨左右。然后铜差不多1%，差不多有10万吨，阿努米铝哈差不多有4%，差不多16000吨，然后塑胶到13%，然后5200吨，然后玻璃也差不多13%，啊5200吨，然后废五金啊、电线啊、PC 板啊、马达、压缩机可以再经过拆解，又得到资源再利用的，到17%，差不多7200吨左右。所以总共接下来差不多来32000吨，嗯，我目前差不多有收到啊1吨3左右的乙光粉，这个是里头最主要是以硫化镉的成分啊，硫化镉目前在国外来讲，他们的基础工业目前国内一家处理厂差不多1吨多，量还没有很多，机管会有这个意思说，等到处理到一段的时间哈，量比较多了，在委外来处理，交给国外去再利用。啊，如果说国外没有再利用，我们就要做成固化处理。啊，目前台湾有人只在做固化处理，就是用把它固化以后再掩埋掉。这种东西就变成很容易被疏忽掉，啊，然后很容易被破坏。啊，比如日光灯来讲的话，这垃圾桶一丢，然后就到垃圾桶里面去。其实在丢的当中，那些汞气就已经逸散了。啊，逸散在你的垃圾桶里面，等到它掉到一个掩埋场或到一个焚化炉，那些汞蒸汽就会跑出来。而水银电池的话呢，电池类的话啊，也是没有回收到在土壤上，或者土壤的污染，这些属于蛮毒的、有毒性、破坏力蛮强的一个物质。这个处理厂最主要的一个收入哈，就是啊政府来补贴处理费给处理厂。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个处理费跟回收费哈，也是取之于我们的消费大众。目前为止，少有生产的厂商主动做到逆向回收，也就是负责生产的单位也同时负责回收。如果回收处理费还是由消费者支付，那么可完全回收再制的商品所产生的利益，是否也雨露均沾地回到消费者身上呢？目前来讲还是在比较属于单类的一个处理模式啦，比如说处理废家电啊，有些是处理废车，有些是处理保特品，比较单类的东西。所以应该以后政府要比较来培养说比较一个大型的一个专业性多元化的处理厂，它整个回收的成本、运输成本啊、管理成本会降低，啊，处理厂的话来讲呢，它的设备上可以交付使用，整个成本都降下来了，然后再会反映到我们消费大众的回收费，它会跟着降。如果你在垃圾堆看到拾荒者，他很可能是个艺术家，平时从事地砖工作以为家计，闲暇时就随笔乱涂鸦。林正盛意外的摘入艺术家行列，是因为参加比赛得了奖，从此无法戒掉创作的瘾，反而成为装置艺术的翘楚。
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是真正去落实观察整个环境上它的整个的生态的变化，还是环境的变化。事实上我整个东西是像这是我在垃圾堆在做作品的时候捡到的，我是觉得事实上它很好用，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吵架，是心里不知道下台的时候就拿起来带上去，别人会觉得很爆笑，这样我们就解决跟对方之间那个尴尬的场面。人应该主办单位没有通知我们去收了，过一段时间我去不见了，后来去问，好像被那个阿兵哥，因为那边有阿兵哥清走，当作垃圾清走了。那时候有个好笑，不知道是不是好笑，我们吴美松说：“林先生，你这物件要卖吼，是要分铜，还是要分铁，还是要分保特品？”分无啥会出来，啊，所以人咧甲你买物件嘛是有困扰的，这是一个过程啊。林正盛从垃圾堆中体验环保的生活哲学，也将他的理念表现在艺术创作上。这一件是工业污染，对我来讲，可能人家会觉得它是垃圾，可是事实上它有很多我们整个高雄市的一些污染，甚至外地的污染。对我来讲，它可能要透过我们整个观众去把它关心，让污染减少更少。我会加这黄色是让它变成干净，哈，没有它是很脏的东西，再加黄色上去，看起来它人家所说更有气质了。拼经济，保护环境。这两个课题经常水火不容，但是资源回收产生的庞大利益，使环保与经济有了交集，也让台湾灰色的政治还有一点绿色希望。下一周将继续播出资源回收系列，探讨纸的回收与利用。